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空岛生存之天空之城啊，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继续啊，刷这个脑瓜是吧，然后咱们攒神器啊。现在我缺一个胸甲，缺一个鞋，然后缺一把剑。其实我现在身上这把也可以，不过呢挑战 boss 又还是有点费劲啊，还是容易被打死。所以我现在考虑，我现在到底是要鞋呢还是要胸甲呢？胸甲是个鞘刺啊，还有一把剑，比我手里这把剑还厉害点，然后抢夺也比这把剑多，不知道换哪个好啊。现在想筹点血量啊，咱们还带一个不死图腾。 OK OK， 这样呗。哎呀，我也很棒！先捡一圈啊，两组多了，咱们得六组差不多。OK， 你干啥？继续啊！哎呦，我这血量有点低啊，吃个金苹果吧。走走走走，他们都盖房子呢，我就简单盖了一层啊，然后房顶上是种树的地方。这不空岛吗？有的人喜欢盖的豪华点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啊，差不多就行。捡一圈啊，两组了是吧？ OK， 你干啥呀？这样啊，我的妈，打死打死。捡一圈啊，捡一圈，捡一圈。三组了啊，三组了，咱们看一下这儿啊，三组多一点，六组差不多啊，看看能不能换神器。不过现在最麻烦的有一件事啊，得打败那个第四个空岛的 boss， 我才能得到那把剑，那把剑是换神器的必备的东西。我现在差一把，我现在家里就一把，不知道好不好打呀。 OK， 我得饿，然后我得吃一个牛肉汉堡，牛肉汉堡有那个提升攻击力的，差不多能打那个怪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最好是谁陪我去啊？我自己去有点危险。啊，捡一圈啊。那个暴尸剑我有，我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拿去吧，没意思呢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弄一下清理掉落物，卡呀，太多了。OK OK， 这样呗。我的妈！吃吃吃吃吃金苹果！我和你去，我怕你死那儿，装备再捡不过来了。那 boss 比那个什么卫士大地卫士攻击力还高呢，而且那个 boss 能瞬移。我怕你那个装备不行。而且那 boss 好像刷的挺多，我去，行不行啊？捡一圈，还有一组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去，这样呗，可以不啦？够不够啊？捡一圈先啊，捡一圈，我已经搁这撅了一天了，还差一组不到啊，再刷点吧。我去，你说我到底换那个剑呢，换防御力呢，换防御装呢？这个剑暂时是可以砍得动的，是吧？那就没必要先换它，换双鞋吧，要不？哎，现在不是换啥事儿，我现在不够材料，我得打败那个世界 boss。啊，不是世界 boss， 是第四个空岛的 boss。可以不？够不？差不多够了，差不多够了，我再打一下啊！我去，来再来一点点就够了，可以了吧？哎，怎么还差一个？够不够？
彻底够了啊，咱回去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走你。OK， 然后把破烂扔一下啊。这样呗，这都扔了。这样扔完是点右键就没了啊，清理周围的掉落物是吧？然后换这个，但愿够啊。行不行？应该是够吧，48个，不知道够不够啊。够了够了，可是差一把剑呢。差一把剑的话，钻石给我点，然后咱们买点东西呗。买什么？买一个牛肉包，牛肉汉堡。哎，不是你，买错了，不是这儿。要不这么去看看呢？快餐这儿是吧？牛肉，买一点啊，买20个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咱们去一趟呗，打那个 boss 去啊，变成钻石块扔在这里。那去啊，金苹果搁这儿呢，走吧。这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，可能会嘎是吧？我有点紧张。这我怎么总觉得会掉下去呢？我自个儿去打看看啊。现在不饿呀。其实这周围是不是应该放个信标啊？放个信标的话，不就有那个攻击加持了吗？吃个金苹果啊。这个防御装现在是俩了，反正。往哪儿走啊？这像个迷宫似的。楼上怎么去啊？不是这儿，这边下去，这边上去的。你看这砍他六七剑，我打那暴走能打不？现在不饿呀？哎，什么鬼啊？掉了。不死图腾也拿着呢啊，看看能不能坑死一个啊！不饿啊，现在。这什么玩意儿？boss 下来一个。哎，我去的！下来一个呗，别引多了啊，引多打不过是吧？下来俩呢，怎么？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往后退啊，一边打一边退。哎我去，行不行啊？他走的还挺慢，我去，他要回血呢，怎么？死一个，爆剑，一个就行。哎，这咋整啊？我把他打死吧。应该没啥问题啊，干死他！哎呦我去！哎，把我卡这儿了，怎么？哎呦我去！我定住了，行不行啊？哎呦我去，我要死！哎呀，他怎么还让我减速啊？哦，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还带瓶牛奶吗？得两把剑了，我不敢跟这逗留了，走吧，别嘚瑟了。去，往哪儿走啊？这儿吗？撤！打死他！一个来啊，慢慢来。往哪儿走啊？还行啊，有惊无险是吧？哎。哪边是哪边啊？怎么长一样啊？找了3个地方，是这儿吗？也不是这儿啊。
找了仨地方全错了。哎呀，这儿是吧，这有个开关，我们直接能回去。 OK OK， 回来了是吧，直接咱们买，我买啥呀，买那把剑呢，是买防御率啊。嗯，那什么先给我这俩。哎呀，有点纠结呀。哎呀，怎么换不了呢？嗯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嗯，那我直接拿两个得了。哎，但是换不了呢，这不是那个剑吗？嗯，那我只能扔了啊，这样呗。两个，一套，两套。现在这个商店呢是有问题的啊，那我直接拿俩得了。不是这个，这个啊。拿两个，他们换不了，我再帮他们拿啊，这个呗。哎，不 OK， 完事了。然后你下来一个啊，再来一次，再下来一个。 OK， 可以啊。行，那我是换哪个呢？这是兑换掉落物，可能是不一样啊。嗯，有这把剑也可以，这个这个也是保护20啊，什么衰落保护荆棘20，然后还有这把剑，要不来这个剑呢？我来这个剑吧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真的。啊，这把剑是吧？叫我看看啊，他这个数值吧有点不对，因为测试的时候看他比他能强一点，反正说抢夺500，其实没有500那么多。啊OK， 这把剑，我去，好大呀！大地之怒剑是吧？可以啊，行吧，行吧。然后呢，咱们去打一下看看呗。金苹果，那这把剑我先收起来。OK， 嗯，这样啊，把这个塞回去，这是宝贝啊，是吧 ？OK， 那咱们去呗，还上那去刷那个凋零骷髅啊，我看看怎么样啊。我这大刀好大呀！冲啊！走走走！咔咔脆是吧？走！哎，我不是往这儿走，我往这儿走，这儿呗。这声儿，我去，是什么情况？脑瓜一个没捡起来，去你的吧！他是带那个音效的啊，砰砰的是吧？不是，快给我呀！凋零骷髅头，哎我的，凋零骷髅头啊，我去的！哎，我去！这我哦，有了，然后还有那个哦，有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这样了，是吧？一个一个换，得换成六个，这黄金都不稀的要了，扔了吧，这也扔了，这个扔了，咱们看看他打的快不快啊？跟那个红色的剑比是吧 ？OK， 这样。嗯，没了是吧？哦，这还有，这样，钻石扔了白瞎了，这样呗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咱们吃个金苹果，打看看啊，打击感挺好的啊。给的多吗？这玩意儿也感觉不出来给多。给的多是不多，我怎么感觉差不多呢？他们是不是每杀一个就掉一个呀？他不是掉一堆那个，跟那个抢夺没关系啊。这把剑攻击力肯定是比那个高啊。OK， 走走走走走，
咱们去上那个第四个岛去测试一下这把剑啊。我去，挡我半拉脸，我去的，剑太大了。这是刀是吧？不是剑。大地之怒之剑，然后它是个刀型。我来了，我看看这回行不行？那也吃个金苹果，别装啊，好吧？装大了，等会儿又挂了，给自己一剑、两剑、三剑、四剑，差不多，下去干啊。还行，好打多了是吧？还可以，就是晃眼睛这个剑。OK OK， 走上去。这个搁这儿的话，那个在哪儿呢？那门在哪儿呢？上楼的在哪儿呢？哦，是这儿是吧 ？OK， 这儿。啊，还行。好打多了啊，还是有好处的。走上去打那 boss 看，这儿呗，过来，还行啊，挺好。哎。哎呦我去，行不行啊？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死了吗？死了死了，掉了一个，还是挺危险的。他打着的话，他给你减速哎。这玩意儿，哎我剑没捡起来吗？背包马落下。OK， 四五六七八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，去去去去！哎呦，谁搁旁边？你挺缺德呀、啊、你啊，偷鸟打我！剑呢？再来一把。OK OK， 两把剑啊！哎呀，他这个减速可太恶心了，这很容易走不了啊！我再打一个。这儿呢？哎，下来一个。下来没？喂，下来啊！等一会儿蹭下来一个，下来，去去去去去！金苹果怎么又没了 ？buff 啊！能不能下来？你能不能下来？我去，下来一个，跳着打有暴击是吧？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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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让我走我去！我的妈！还挺损呐、啊，前后夹击什么鬼啊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这小屁兵搁那打我那个后边，你损不损？你损不损？去死吧你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死一个！哎呦我去！行不行啊？我看不清呢，他离我近，离我远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卡住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俩破剑为什么跟着我啊？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我伤害好高啊！死下，死下，死下！距离有点看不清啊，有点。我就死了，死了！硬扛行不行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吃一个吧，这一直给我减速啊！这个是真恶心，这个死了是吧？刷了好几把，可以。哎，你这个卡了，你非得打我，去死吧你！我要这把剑，谁要那破玩意儿？
OK， 这都是换神器的是吧？走吧走吧，别嘚瑟了。行，起码能站得住了啊！之前是包死，上来就死，而且不能那个全身而退是吧？我去！我谁呀？搁后边？咱撤吧。我有一点点怕了，再来个防御装就差不多了，我感觉啊。行，六把剑还行，还可以。这样呗，行，差不多。不，这些都给我，这帽子给你。行，然后这样。差点没嘎在那儿啊，可以。